阿天早，早，现在请杨老师祷告。天父，我们带着感恩，因为你仍然保守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你的救恩的里面与你有一个更新的关系，是在圣洁的当中进行的，以致我们可以在这里坦然无惧的把我们的感恩，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在你面前的颂赞都呈现在你的面前。愿意我们众人今天在这里的聚集，圣灵与我们同工，圣灵主动地对我们说话，因为我们相信过去那是作者被感动的圣灵，今天仍然是活着的。就求告圣灵恩待怜悯我们在你面前的这一个身份。乃是我们常常不知道如何祷告，也不会祷告，或者也不想祷告。但是主愿意你主动的来与我们同行，主动的来对我们说话，主动的来成全你在我们众人身上的美意。愿意我们更能够借着这些诗歌，能够更认识你，也为着我们的同工，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不论是哪一位在这世上用心意、用实践来呈现这些声音的陈述，我们都把这些感恩献给你，求你就祝福每一位在这里的同工们。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这样感恩仰望的，阿门。我们把时间交给胡琏老师。这几个星期我们唱好多好多的诗歌，所以今天我们要再唱那些我觉得你们还需要温习的。现在我们先来唱241首，先看经节。241首，喜乐同敬拜，约翰福音第4章23节。事后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现在我们唱。前来同敬拜，至高的主宰，我深愿赞美他奇妙大爱。他护我如盾牌，他亘古常在，荣耀笼罩民工，颂声欢如带。起来同歌唱，主全能大海，光辉是主袍，穹苍是主幔，黑云雷场雷电，主灯火璀璨，狂风追逐暴雨，主挡道路行。口舌和论述，我主观且行，主是风吹拂，主是光生命，主是泉源，至高山下主平原，主将甘霖赐予是地大自然。量的全能，无穷的慈爱，天君都乐意赞美和敬拜。我卑微受造物，可身虽柔弱，却真心来服服，苍生是欢乐。量的全能，无穷的慈爱，天君都乐意赞美和敬拜。我
百万嫂照顾可三岁柔弱全真心来夫妇从三世欢乐现在来看四十一首。四十一首，将你的重担卸给主。诗篇五十五章二十二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现在我们来唱。将你的重担都卸给主，他必定抚养你，他必保守你，使你永不动摇，他藏在你右边，我主慈爱无给主，他必定抚养你，他必保守你，使你永不动摇，他藏在你右边，我主慈爱无边，深渊超过诸天。看第五十四首，信心使我得胜。约翰一书第五章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现在我们来唱。因内高处光明深山，信徒勃然兴起，莫待黄昏日落天暗，趁早一鼓破敌，奋勇向前抵挡群敌，献出神赐能力，我只靠信心必得胜，信心可胜世界，信心是我的胜，信心是我的胜，啊，荣耀的大的胜，信心可胜世界。主以仁爱为我生气，圣言为我保健，昔日圣徒都因相信高唱得胜凯歌，勇猛好像旋风腾起，吉祥战场之去，靠此信心得胜世权，
我可安然无虞。信心是我的神，信心是我的神，啊，荣耀的大的神，信心可三世间。四周都有仇敌围住，预备向我攻击，不要安居在帐篷里，应当征战自取。旧恨头盔保我无虞，要素正道不虚，地层山腰草地惊惧，欢呼神会相迎。信心是我的神，信心是我的神，啊，荣耀的大的神，信心可三世间。大山草地的众生徒，将传圣洁白衣，天使面前尽头之名，天君俱来欢迎。努力行走光明之路，如火眺望在心，得胜所有黑暗魔君，全靠耶稣圣名。信心是我的神，信心是我的神，啊，荣耀的大的神，信心可三世间。再来一次。因内高处光明深山，信徒勃然兴起，莫待黄昏日落天暗，曾早已过破地，奋勇向前抵挡情敌，献出神赐能力，我只靠信心必得胜，信心可三世间。信心是我的神，信心是我的神，啊，荣耀的大的神，信心可三世间。主以仁爱为我生起，圣言为我保健，昔日圣徒都应相信，高唱得胜凯歌，勇猛好像旋风腾起，吉祥战场之去，靠此信心得三世圈，我可安然无虞。信心是我的神，信心是我的神，啊，荣耀的大的神，信心可三世圈。四周都有仇敌围住，预备向我攻击，不要安居在帐篷里，应当征战自取，
就恨头盔保我无虞，要素真道不虚，地层山腰草地惊惧，欢呼声回响应，信心是我的山，信心是我的山，啊，荣耀的大的山，信心可胜世界。大山草地的众生土，江川圣洁白衣，天使面前敬头致命，天君俱来欢迎。努力行走光明之路，如火眺望在心，大山所有黑暗魔君，全靠耶稣生命。信心是我的山，信心是我的山，啊，荣耀的大的山，信心可胜世界。请来看142首。《使徒行传》5:42，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现在我们来唱。对我诉说耶稣故事，神影美句在我心，对我诉说宝贵故事，最奇妙可爱佳音，说说天使如何歌颂，庆贺耶稣的降生，天上荣耀归于真神，地下平安归于人。对我诉说耶稣故事，神影美句在我心，对我诉说宝贵故事，最奇妙可爱佳音，诉说足迹刻在旷野，一生传道救罪人，诉说主受恶魔试探，见人不义中的神，诉说他为世人祈祷，一生贫穷与孤独，被人藐视又被厌弃，受尽了忧伤痛苦，对我诉说耶稣故事，神影美句在我心，对我诉说宝贵故事，最奇妙可爱佳音，诉说救主被钉十字架，如何受极大苦楚，诉说主被葬在坟墓，如何三日后复活，这故事中的大慈爱，我今已明白是真，说到主爱为我赎价，我不禁流泪感恩，对我诉说耶稣故事，神
声音每句在我心，对我诉说宝贵故事，最奇妙可爱佳音。再唱一次。对我诉说耶稣故事，声音每句在我心，对我诉说宝贵故事，最奇妙可爱佳音，说说天使如何歌颂，庆贺耶稣的降生，天上荣耀归于真神，地下平安归于人。对我诉说耶稣故事，声音每句在我心，对我诉说宝贵故事，最奇妙可爱佳音，诉说足迹刻在旷野，一生传道救罪人，诉说主受恶魔试探，见人不义中的神，诉说他为世人祈祷，一生贫穷与孤独，被人藐视又被厌弃，受尽了忧伤痛苦，对我诉说耶稣故事，声音每句在我心，对我诉说宝贵故事，最奇妙可爱佳音，诉说救主被钉十字架，如何受极大苦楚，诉说主被葬在坟墓，如何三日后复活，这故事中的大慈爱，我今已明白是真，说到主爱为我赎价，我不禁流泪感恩，对我诉说耶稣故事，声音每句在我心，对我诉说宝贵故事，最奇妙可爱佳音。现在我们来看第461首。461首，赶快去传福音。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成就世上的人。诗篇34章18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成就灵心统会的人。现在我们来唱。赶快去传福音，叫世上灵魂从罪恶中基因佛教亡羊，替迷路人哀求，引他们回头，传扬耶稣要大全能拯救。赶快去传福音，叫世上灵魂，耶稣满心慈悲
赞叫醉人。任谁情或作爱，作爱是等待，盼望他们为罪忧伤悔改。当以温柔诚恳劝他们虚心，若肯相信必蒙赦罪担。赶快去传福音，救世上灵魂，耶稣满心慈悲拯救罪人。世人心灵深处尽试探摧残，直觉麻木为靠作恨属性，用爱心相宽待仁慈的照应，心弦虽断仍能再发声音。赶快去传福音，救世上灵魂，耶稣满心慈悲拯救罪人。赶快去传福音，使信徒盼盼，主家力量是你人生之人。当一人来敬老，令他走在路，主一代是罪人，当信耶稣。赶快去传福音，救世上灵魂，耶稣满心慈悲拯救罪人。再唱一次。赶快去传福音，救世上灵魂，从罪恶中基因佛教亡羊，替迷路人哀求，引他们回头，传扬耶稣要大全能拯救。赶快去传福音，救世上灵魂，耶稣满心慈悲拯救罪人。任谁情或作爱，作爱是等待，盼望他们为罪忧伤悔改。当以温柔诚恳劝他们虚心，若肯相信必蒙赦罪担。赶快去传福音，救世上灵魂，耶稣满心慈悲拯救罪人。世人心灵深处尽试探摧残，直觉麻木为靠作恨属性，用爱心相宽待仁慈的照应，心弦虽断仍能再发声音。赶快去传福音，救世上灵魂，耶稣满心慈悲拯救罪人。赶快去传福音，使信徒盼盼，主家力量是你人生之人。当一人来敬老，令他走在路，主一代是罪人，当信耶稣。赶快去传福音，救世上灵魂，耶稣满心慈悲拯救罪人。有的时候唱这些诗歌好像不会跟我们的现况是完全的相合的。如果你看461首，他刚刚
唱的这个诗歌的歌词，心弦虽断，但是仍然能够再发声。如果你看一下在这个地方第倒数第三行，心弦虽断，仍能再发声音，这是一个作者的一个心灵的一种的陈述。这里头实际上是会有非常多的挣扎的。我常常现在在户外做一些这些的诗歌的演唱，实际上有的时候自己会问自己说，你在唱的是真的吗？歌是真的，但是你的心灵的里面是真的吗？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像我们刚刚说快去传福音吗？现在我们来看第314首。314首，耶稣恩召，帖撒罗尼迦后书2:14。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提摩太后书1:9，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彼得后书1:3，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现在我们来唱。耶稣发慈神要早日回来，今日早日，今日早日，为何到处流浪离开主爱，有谁像主能护理，救主早日，今日早日，耶稣今朝你住，今日此生呼召你，耶稣今朝劳苦者的平安，今日早日，今日早日，可将你重担交托主承担，主必要救你到底，救主早日，今日早日，耶稣今朝你住，今日此生呼召你，耶稣今正等待盼你回来，他在等待，他在等待，将你重罪夫妇逐前悔改，切莫但愿快回来，救主早日，今日早日，耶稣今朝你住，今日此生呼召你，耶稣此生恳切求你回来，请当听他，请当听他，信靠主名彼得喜乐畅快，快快起来跟随他，救主早日，今日早日，耶
照绿洲，今日此山火照绿。再来一次。耶稣发慈善要早日回来，今日早日，今日早日，为何到处流浪离开主爱，有谁向主人呼吁，救主早日，今日早日，耶稣今朝立足，今日此山呼召你。耶稣今朝劳苦者得平安，今日朝日，今日朝日，可将你重担交托主承担，主必要救你到底。救主早日，今日早日，耶稣今朝立足，今日此生呼召你。耶稣今正等待盼你回来，他在等待，他在等待，将你重罪伏伏诸前悔改，切莫但愿快回来。救主早日，今日早日，耶稣今朝立足，今日此山火照绿。耶稣此生恳切求你回来，请当听他，请当听他，信靠主名必得喜乐畅快，快快起来跟随他。救主早日，今日早日，耶稣今早此山火照绿。现在我们来看第190首。190首叩谐洗净，约翰一书1:7。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来唱。请问可曾行主以宝血洗净，可曾以身高血洗干净，可曾依靠救主得作新生命，可曾以身高血洗干净，你总要以宝血，以宝血里方能洗干净，你的衣裳是否洗净白如雪，你可曾以宝血洗干净，你愿顺从救主行者危险路，可曾以身高血洗干净，可曾望主引导依靠主保护，可曾以身高血洗干净，你
总要一包雪，一包雪的防难洗干净。你的衣裳是否洗净白如雪？你可曾一包雪洗干净？当行囊回来时，你要穿何衣？总要一身高靴洗干净。身途北界，升天里远否同行？总要一身高靴洗干净。你总要一包靴，一包靴的防难洗干净。你的衣裳是否洗净白如雪？你可曾一包雪洗干净？往日无悔，衣裳情绪全丢尽，总要一身高靴洗干净。曾有释迦宝靴为你白白流，总要一身高靴洗干净。你总要一包靴，一包靴的防难洗干净。你的衣裳是否洗净白如雪？你可曾一包雪洗干净？现在我们来看第459首。459救赎，以弗所书第一章7-10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遭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勇子拜智慧聪明充充足足常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现在我们来唱。救赎的恩典我爱宣扬，得赎全靠流血羔羊。因神怜悯我一蒙救赎，作神和女恩福永享。救赎救赎，得赎全靠流血羔羊。救赎救赎，作神和女恩福永享。蒙救赎在主里真喜乐，这喜乐口舌难诉说。我深知他常与我同在，慈爱光辉长久到我。救赎救赎，得赎全靠流血羔羊。救赎救赎，作神和女恩福永享。我常深恋慈爱救赎主，时刻思念日夜思念。我禁不住要向他歌唱，歌唱他的慈爱甘甜。救赎救赎，得赎全靠流血羔羊。救赎救赎，作神和女恩福永享。我深知必见他的荣美，我喜爱我王的典章。
他亲切地保守我脚步，生活在黑夜中歌唱。教授，教授，他说全靠流血羔羊。教授，教授，做山河旅汉服永享。现在我们来看第371首。犹大书一章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现在我们来唱。先贤之心，万世永存，火种不灭，刀下有生。我从思念显现神迹，心中一绝，拥有分心。先贤之心，圣洁见证，我愿至死坚守此心。我愿宣讲先贤所行，三经列邦吸引万民，只有真理本出于神，世人若信，只有永存。先贤之心，圣洁见证，我愿至死坚守此心。我愿传扬先贤所行，爱的愚蠢不必为困，行为可亲，言语温驯，善用爱心广传慈心。先贤之心，圣洁见证，我愿至死坚守慈心。再唱一次。先贤之心，万世永存，火种不灭，刀下有生。我从思念显现神迹，心中一绝，拥有分心。先贤之心，圣洁见证，我愿至死坚守此心。我愿宣讲先贤所行，三经列邦吸引万民，只有真理本出于神，世人若信，只有永存。先贤之心，圣洁见证，我愿至死坚守此心。
愿传扬显现所行，爱的宇宙不必为困，心为可亲，言语温馨，善用爱心广传慈心，显现慈心圣洁见证，我愿自私坚守慈心。371首这首诗歌，很多的这些诗歌的作者，他们真的是在他们的信息的里面，他们愿意为这个信息死。那你看一下371首我愿至死，你看一下副歌坚守此信，教会会读这一个使徒信经啊，所以这个诗歌说我愿至死坚守此信，这些作者许多的人都是为了他们的信仰，他们所相信的一直到死，纵然这个环境是跟他们是对立的。我在街头唱这些诗歌，里面会有一个声音说，你唱的是真的吗？你真的愿意是这样吗？很多的时候实际上唱歌有声音可能不是那么困难，但是我真的是在唱真实的歌吗？我灵我愿至死坚守此信，这个就是一种非常让我们在这一个所谓是不安的时代里头的一种反射。但是这些作者他们是在一个被逼迫要失去生命，因为信耶稣的缘故，这就有跟我们的环境是有一些的区隔了。他们是为了信耶稣的缘故会失丧生命，而我可能是一个不安的环境会让我离开耶稣。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首445首。445首，他使我欢乐歌不停，以弗所书5:19，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现在我们来唱。掉在心中，来主温柔叮咛声，有我同行，心灵当平静，莫为世路生与沉。耶稣，耶稣，耶稣，最甘美之名，为我可解心灵，使我欢乐歌不停。昔日多经罪恶与祸患，满心痛苦与愁烦，救主离我心情负我旋，悠然青云满心间。耶稣，耶稣，耶稣，最甘美之名，为我可切心灵，使我欢乐歌不停。主赐无穷恩福我享用，在他荫下有安宁，可仰天求主的笑容，使我心高声歌颂。耶稣，耶稣，耶稣，最甘美之名，为
洒过山水，神怜漫步在前途。有时荆棘起危险道路，人愿跟随主脚步。耶稣耶稣耶稣，最甘美之名，为我渴切心灵，使我欢乐歌不停。不久主要将至星空外，那时主向我欢迎，与主分享那遥远美景，同主掌权到永恒。耶稣耶稣耶稣，最甘美之名，为我渴切心灵，使我欢乐歌不停。每天都快乐，靠着主耶稣，欢乐不停。再唱一首吗？要在心中，来主温柔叮咛声，有我同行，心灵当平静，莫为世路生与尘。耶稣耶稣耶稣，最甘美之名，为我渴切心灵，使我欢乐歌不停。昔日多尽罪恶与祸患，满心痛苦与愁烦，救主离我心情负我悬，有人情云满心间。耶稣耶稣耶稣，最甘美之名，为我渴切心灵，使我欢乐歌不停。主赐无穷恩福我享有，在他荫下有安宁，可仰天求主的笑容，使我心高声歌颂。耶稣耶稣耶稣，最甘美之名，为我渴切心灵，使我欢乐歌不停。有时主领我涉过山水，神怜漫步在前途。有时荆棘起危险道路，人愿跟随主脚步。耶稣耶稣耶稣，最甘美之名，为我渴切心灵，使我欢乐歌不停。不久主要将至星空外，那时主向我欢迎，与主分享那遥远美景，同主掌权到永恒。耶稣耶稣，最甘美之名，
见身影，生活烦恼搞不定。杨老师，你可以分享吗？如果同工可以再找到第142首，这首诗歌是我们前面开头的时候唱的诗歌。我想我们都会在这一些诗歌的当中为我的暑假泪流满面。可能在许多的时候，你看这一个，它在后面的地方倒数的第五行，被人藐视又被厌弃，受尽了忧伤痛苦。然后这个作者继续在最后的一行说到，主爱为我赎价，我不禁泪流满面。这一个刚刚前面所讲的两首诗歌，第461首和371首，那种的坚定，那种的被环境的逼迫，让声音都失去了，或者是沙哑了，都几乎没有办法再来唱一个优美的诗歌。但是这个地方就提出来一个帮助我能够回想回应，我没办法，不是因为教条的缘故，不是因为圣经这么说的缘故，都是。但是更主要的是最后这一行，说到主爱为我赎价，我信这个教条，我信这一个圣经，是因为神耶稣的爱我的缘故，神爱我们的缘故，把自己的儿子差遣到世上来，为我们钉死，为我们的罪，让这个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因而我可能只有在这个爱中，我才能够体会神的真实，不是在教条的里面。圣经是客体，是一个客观的故事，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真理。但是如果我没有办法跟他去经历的时候，我就不会去感受到他的爱对我的催逼。因而这一些的诗歌在我自己常常在用，在宣讲，在唱，对我真的有许多的提醒。我真的相信我所相信的，纵然是在不顺利的环境的里面，我仍然可以这么坚定的继续往前走。当我没有办法去颂扬我的主的时候，我仍能有这个信念致死，来完成这一个我对神的爱的回应嘛。这个是我对自己常常有的说，我不足，我不行，我不会，我不肯，我不能，因而愿意主的爱能够激励保守我们坚定的继续往前走，真的是很难的。我推着这些箱子心里的东西出去，我真的千方百计都不想要推这些设备，因为有点重，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走不动。然后神给我一个意念，这是保罗说的很严肃的一句话，我不做我就有祸了。因而我的反应可能不是我不做我有祸了，而是这种的困难和保罗的困难和耶稣的困难，我只是体力好像觉得不够，但是跟他们的环境比起来，我根本不算是什么，真的不算什么。因而这就回到了你在这个当中的诗歌所提醒我们的，提醒我自己的，我有这个机会来服侍，这就是我的荣耀。如果我们下一回可以唱198首还是多少首，我的荣耀是什么，乃是我可以服侍他。虽然有的时候我真的不想，我不愿意，我没有力气，还有这个地方很热，但这个跟耶稣的困扰，跟保罗的挑战根本不能够同日而语的。不过
就是稍稍的不是那么顺畅的，什么意思呢？热嘛，所以唱歌的时候边擦汗边唱，但是跟他们有生命的压力，有肉体的逼迫不太一样的。因而我感谢主，这些的诗歌是在提醒我，我唱的歌必须是真的，我必须要与主同行，因为他的十字架今天也告诉我们，就是这个诗歌的倒数第四行，主被钉十字架，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背我们的十字架来与主同行，然后我们与他同死，就与他同复活，这就是倒数第三行的地方。三日他复活了，以后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证据，但我们被推动的这个力量乃是在主的爱里头被推动的，不是教条，不是客观的事情，都是，但是我们是被主的爱来推动的。因而我非常的感谢你一直在坚持着做这个服事，读这些圣经，帮忙做这些课程的预备，因为我们不是在保罗或耶稣的那么坏的压力的环境里面。感谢主，我就停在这里，谢谢你们。谢谢杨老师。那我老师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孩子们这么宝贵的你的独生爱子耶稣。亲爱的圣灵，谢谢你让孩子们可以口唱心和赞美你。孩子们把一切赞美荣耀归给你，像诗歌唱的，愿孩子们天天歌颂思念你甜美的圣名。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